周助中都有哪些替身可以改变未来？盘点历代周助中的替身能力，时间类和因果律都是神中神的等级，但真正能够改变未来的替身能力是少之又少。比如波音哥的托托神能够看到未来，但却无法改变；迪奥的替身世界虽然可以把整个宇宙的时间暂停，但他也无法改变注定的命运。我们可以把时间暂停理解成是一种定身术，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发现了敌人后，及时封住敌人的行动，所以这个时间线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周周中第一个可以改变未来的替身使者是四部的 boss 吉良吉影，他的第三能力败者时辰可以通过时间回溯覆盖过去的方式来改变原本的时间线，从而直接影响未来的结果。证据就是川尻早人的复活，过去是因，未来是果，过去的改变就会诞生新的未来。假设没有早人的复活，岸边漏半可能就不会死去，吉良吉影的真实身份就可能被拆穿，在有仗助的情况下，吉良吉影很可能会被承太郎等人组团打败。 只不过吉良吉影很难直接干涉这种修正，不然的话，败者时辰应该是最完美的替身能力了。与败者时辰类似的，还有林可的男人领域。虽然他的回溯时间很短暂，但也足以改变自己的时间线了。真正能够抹除时间线，让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还得是老板的飞鸿之王。如果单看时间删除的话，它和时间暂停的差别很小，很容易模糊，这也是让很多人搞不懂的原因。飞鸿之王的替身能力之所以完美，其实是因为墓志铭。 当你可以看到未来的结果，在使用时间删除的话，时间很可能是截然不同。如果没有墓志铭的预警，迪亚波罗的时间删除远谈不上无敌。在迪亚波罗干涉时间前，原本的结果很可能是迪亚波罗让里苏特杀死，在单挑的时候不敌波鲁纳雷,雷夫的银色战车。用墓志铭看到未来，然后用绯红之王删除不利于自己的结果。迪亚波罗的能力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是周周最完美的，与之相对的就是完全不讲道理的镇魂曲。黄镇对迪亚波罗说过。 他所看到的原本是真实的未来，在那个未来，蓉蓉被迪亚波罗打败，但这一切却因镇魂曲而改变。他让原本的时间删除，回到了起点。这不单单是能力的无效化。要知道，迪亚波罗发动能力的时候，时间是正常流逝的。也就是说，黄镇让整个宇宙的时间回到了十几秒前，然后打败了迪亚波罗。这个过程和男人领域比较接近，同样是通过修改过去改变原本的结果。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